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的决赛对局。那么这个决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盘，那么今天在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于斌老师。于老师您好。你好王磊，你好。应该说这个龙星战这么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前面精彩这个对局也看得非常的精彩啊。然后现在是进入了决赛的三番棋。第一盘棋许家扬和姜维杰是姜维杰领先1-0，1-0领先，现在是迎来了第二局。对姜维杰来说，如果再赢的话就拿下本届龙星战的头衔了。好的，那两位棋手已经在对局室坐好了。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决赛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开始。有流金八段宣布。他不用拆先的。对，因为第二局就是交换黑白。对啊，小将许家扬是先失一分 这一盘需要奋起直追了。第一步居然也用30秒了，你看龙星战他这个用时是每步是30秒一步哈，对然后有14一分的读秒。我觉得他用肯定不会用，你10次嘛，只有是那第一步没必要用，但是他也是你从那刚才的进展来看是用足了的。用足了，很慎重很重。这盘棋是许家扬的白棋许家扬白棋。于老现在拿白棋一方是不是稍微要有利一点啊？现在是如果是中国规则的话，中国规则白棋要好一点。按照 AI 的话要56-57的样子。上一盘是姜维杰的白棋获胜了。围棋它这个规则用时规则，它如果读秒的话你要不用也是留着没有用这点跟象棋不太一样。那象棋它时间比如说它20步棋用15分钟，那么你不用想的时候呢留下来可以给后面的棋可以存起来是吧对，可以存。围棋的特色是不能存储，不能存的所以呢有一些性格的棋手呢就愿意就下得快点，比如说我时还没到就下，但有一些棋手他就喜欢用足了，反正也不能存储嘛。对就每个棋手的风格不一样从这盘棋的进程来看，这两位棋手好像前几步都用足的，对，就30秒他用足，但过我认为是没有，我没有听见那个什么的，我认为没有，还没有过。差不多到时间了，挂一个，挂角。现在挂角作为白棋来说，一般都得尖一个或者飞一个。这盘棋前五步还没有出现点33不，棋有小目挂的时候还是可以挂的嘛。对，因为小目挂现在有一点急先手的味道，因为下一步那个飞压特别的严厉也不是说严厉，反正现在 AI 认为飞压就便宜了，所以基本这两步就必须，要不呢就要一间低加也可以，一间低加或一间高加，加远了它就要飞压。所以也没有什么可选的，挂一下基本上没问题。现在挂角的时候基本上是小尖或者小飞小尖或者小飞你如果要硬撑的话就只能一间高夹或者一间低夹因为稍微远加一点它就能飞压，一定是飞的飞着它就便宜。原来我觉得飞着是场合手段现在你老您看这步棋是不是要用掉一次保留时间了？应该不会在这种时候用，但是这个时间这次好慎重是吧姜维杰很慎重，在这用一分钟有点过于慎重。姜维杰现在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是我看他好像上学读书之后成绩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也是 AI 那个训练的结果，因为他在读大学期间他那个在就稍微有点空隙时间就可以跟 AI 下棋是我所了解他跟决议就是实战对局是属于最多的几位棋手之一现在也就是说随时随地可以训练，现在有了 AI 之后好像就弥补了很多就是这还没下，还真可能用掉一次。对我觉得他这个 AI 已经弥补了他空间上的一些缺陷了用掉一次可惜一点。这个时候对他现在姜维杰在第7步的时候用掉一次这个是比较少见的选择了这个
大跳手脚啊，这现在手脚大跳手脚是第一选了。第一选，我觉得他想的原因是他可能是最近啊两个小目这样的局面反而是不常见，对，比较少见，哎，比较少见了。嗯，黑棋白棋小飞，这棋如果不小飞的话就点加三三。嗯，十。如果小飞了呢，黑棋照理讲也要小飞，因为现在守那个星位啊，防人家点三三啊，就跟原来守无忧角色那么重要。哦，他守住了，白棋守住了，那黑棋肯定应该是想办法守一个。啊，他拆这个。拆边。嗯。这也是这个开局，于老好像，这样的开局好像近期比较少见一些哈。这就全局来说不多见，因为毕竟下两个小目嘛。嗯。但是就局部来说，这半边的四个子儿啊，这四个也是就现代布局之一。是不是叫金毛流啊？反正都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走到高位，原来我们都走到低位了。对。或者差二。但是现在都是走到这儿的，啊，白棋挂了一个，这盘你别看一个小三也没有，是的，比较现在不点三三反而是比较罕见的。许家阳，小将哈，99年出生的，在99年这批球来说，他好像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等级应该是最高的，最高的，和他和赵晨宇，赵晨宇都是99年啊，99年里面算是比较好的，对，还有一个王泽锦。都是哎，这三个人就是常年在国家队的三位99年的选手。那么姜维杰是要比许家阳要大8岁，但我那天看了一下姜维杰他因为姜维杰是在2012年就拿了 LG 杯的冠军和您一样都是 LG 杯的世界冠军。那次我带他一块去的他赢了李昌镐那三番棋我记印象深刻。他我记得他是当时90后第一位拿世界冠军的棋手，他拿世界冠军算比较早的。对，当时属于大家感觉还是比较有点爆冷的感觉啊。不，当时来说，李昌镐啊已经不是那么领先，但是呢，姜维杰在2012年的时候啊，更不有名，对，所以他们俩在最后决赛的时候，你也想不到，或李昌镐真的会有连续的亚军啊？是是是。现在过来了，觉得哎，李昌镐该亚军。但当时觉得，哎呀，还是觉得姜维杰突然冒出来一个年轻的世界冠军。那时候不是有一个说法叫"一冠群"吗？好像姜维杰就是开了这个头，就是第一个冠军。对，当时2013年我们包揽6个，但是姜维杰可能没算在里面。那六个世界冠军好像不一定算，因为他是早一年，他早一年，他姜维杰12年拿冠军的时候就不到21岁，就和现在的许家阳年龄差不多。这个都是标准的 AI 的那个什么下法，原来说兼一个熟手啊，现在也成了现在一样的下法，也不讲究了。这个白棋看起来还是比较积极吧。这都是要逼，要不是要本来就是要逼，如果是连一个的话，还有经常马上就点。就是这个逼现在也不能称为特别积极，是比较正常的分寸啊。黑棋要加，这都这里面我看都他们都已经有那个流派了，就是我们要不就称为新定式嘛，原来我们不掌握的，但是现在大家流行就这么下，比如说逼这个以后后面的一些下法。B 还有往直接往二路漏的，现在这样飞一个新定式，新定式。后来他们的下法现在会走哪个呢？点三三的话好像也有一套路，点三三他可能要援助啊。现在马上点三三吗？如果马上点三三，如果打点三三力也就尖回去，效率也挺高的。好像黑白棋可能只能飞一个，如果直接点三三，黑棋是可以圆的。现在这盘棋两位都比较慎重，看看这步棋有没有过。这应该是我印象中现在的那个这个形状很常见的，因为 AI 都这么下嘛，他们也都这么下，不应该用掉一次。以他们两位棋手，我觉得这种用功程度肯定是变化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是在做一个判断哈，就是几种变化再衡量一下。
飞了，飞了。我不知道开开冲冲吗？不知道有没有过一次，飞嗯。于老，这个飞是不是也是常见的？常见的，它后面如果那个不走的话，它下次再尖了跳，因为直接点它要圆住的，直接点要圆，所以飞黑棋多半是跳一个，跳到二路。这棋我以前还中过刀，中过刀，我当时、啊、是黑棋白棋，我黑棋，我当时啊是尖一个，嗯，结果我认为尖一个总是比那个好，就是这样的图啊。比单跳好，他点了我这个去接上，嗯，哎、没关系，结果没有想到，其实这个尖有问题，他这个 AI 它是单夹的，哦，哎，一夹，这个单夹就苦恼了，嗯、所以后来改进版是单跳，现在都单跳正解，单跳但是也有如果点就接上，搬可以搬下来打了长，这个长成不成立很关键。现在成立吗？现在有点时间可以看一下。成立，打吃完茶，他如果跳的话，可以爬完以后再冲断。哦，这有正好有个子是吧？哎，因为有这颗子，这样冲断，嗯，接上就快一棋。只要这边没有关系的话，白棋活这个角太小了啊，是，所以。单跳避免了，就单跳和尖的区别，就是因为尖的话，其实别的都挺好，哎，就是有一单夹，这个没有，我开始没这感觉，一单夹很难办。仔细品味的话，如果这样的棋被白棋单夹的话，嗯，很难，真的很难办。如果我你立的话，他立的话，这个一长搬过，搬的时候延出一棋，如果搬这个的话，送一个眼，黑白棋先手活了，嗯，让了一手棋，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嗯，打吃掉，嗯，接上，搬过再搬你再搬，如果还是刚才一样的话，刚才一样的话，他加到这个哦，等于加到了一手啊，那要差一手棋了啊，差一手棋了，嗯，所以这个单加很苦恼，好，甚至加是好苦恼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立在这的时候，他都单打而不是长掉，他比这个还要好，比这样加也要好。它等于这个不交换是吧？啊，但你如果立这个的话，它就可以单打，所以这棋黑棋很苦恼，只能补到这里。嗯，然后头先，所以这个单家挺厉害的，也就所以他们现在呢，目前都是单跳就成为定式的下法。啊，然后白棋拆二，拆二之后，现在黑棋压一个，姜维杰已经选择了压。嗯。压一个是要做些准备工作，进攻这个压可能不一定是 AI 的招式了，只压一个，他只是觉得因为有这个飞以后啊，嗯，这个形状经常压一个，因为搬完以后呢，这个退的形状，因为原来是形状是退的，对，哎，现在退呢，因为有这个子，这个退稍微效率差一点，所以这种形状经常有压的。我们原来那个老定式，嗯，就是有压，嗯。压了退，对，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嗯，压了退这样的形状有，就这个局部来说是以前老定式经常发生的。嗯、老定式有压这个，再老还有并这个，哎，并这个就是说比较含蓄。但现代 AI 来说，这步棋可能缓了一点，对，要不像 AI 的打法、可能是要贴起来。我觉得贴起来。或者就是如果退呢，就这步飞位置差一点。退了啊，退一个。退的话，那这个小尖和黑棋这个二路跳交换，好像黑棋可以接受啊，满意一点是吗？这俩交换，嗯，这种不然呢，黑棋倒是也可以挡，但是这个呢就没必要挡，这样黑棋应该是杀这一块。对，黑棋就腾出先手。嗯。黑棋不知道应该杀在哪里。攻到哪里，但肯定是要对这两个字进行攻击，我觉得拆个一什么之类的，或者这边有没有加的手段，加在这里的手段，找个时机在那，或者我觉得加这个白棋这地方永远是这个刺是先手，嗯，刺完以后点了或者点这个了、嗯、肯定是这地方要防止它过的，对啊，其实这两个字可以说白棋这两个是先手，应该说这两个是先手，他如果尖完以后
就想点这个。点这个看也是考验黑棋啊，他是要哪边呢？点，总之这个尖是先手，点如果圆的话，这个尖尖这个位置是先手，哦，嗯，有扳过，所以这个形状来说，只要白黑棋这地方守不住的时候，这里脚上插一手棋，嗯，就我就简单就点了点这个就很厉害。点这个我只能站着。站了扳了，你永远是靠这个扛的。你永远是靠这个扳了打了接上这个长过来扛。对，如果这扛不住的时候，这个手段是永远有的。就这一天如果扛不住的时候，你打了以后长不出来的话，嗯，那就这地方是还欠了一手棋。所以攻这块两个字的时候，看上去这两个字很薄，对，要注意，这个，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薄啊。啊，哎，黑棋。黑棋飞的拱，飞了一手，嗯，这一飞稳一点的话，可能立一个，但是下在底下总觉得这样的毛病就不住，效率有点低是吧？啊，不，先走在底下总是心里不甘嘛，不甘心啊。是，嗯，但是我中庸点走在这，如果飞到这呢？这个飞会不会有点空啊？容易落空呢？白棋等于这地方弄到一个先手就有这个问题，嗯，那白棋当然要次序，比如说刚才白棋走这个，把这个先尖了。先也是问一下，哎，就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走这个？比如说先走这个，举例来说，就像这样啊，嗯，打吃接上，这时候再拆呢，他就会打拔这个了。对，哎，如果先抽这个呢，就担心这边不知道是不是走得到。这个时候对白棋来说，应该快棋的话应该怎么想？先走了这个，再点。不知道会不会白的黑的不要转换啊，好像这个你这个，只要被扳过怎么都有点受不了啊，这地方是不是还是能猜的意义没有用，可能还能尝出来吗？有可能还能尝出来，还一手不够，哦，一手不够还得贴不一定先手，那还是猜个一算了，猜个一。拆一就基本上就是先手，也就是这一手和这一手是间隔，这个安全一点把这个尖了，省得一会儿要不着。好，啊，他尖了，尖完以后多半如这地方不知道怎么一个先手，反正这脚上欠一个。嗯，所以其实白棋这块棋没问题，没太大问题。看起来有点薄，实际上借用还是比较多的。嗯，啊，他没接，他圆了的，他圆了这的。对，圆了这。原来这就防了点，但是好像白棋有这个点，白棋有这个点，一样的，还有点。点完只要这过来，你没有挖了打不出来一样。这里如果让白棋这么轻松做活的话，黑棋有点落空吧？那好像黑棋这个，我觉得只有不，要不就脚不要杀这三个，判断有点难。好，现在看不到上方是怎么进行的啊？这许家阳，头等于是黑棋下，黑棋现在如果补这边脚上的毛病，被白棋渡过去，也许上面的飞有点落空。那个如果是要杀这三个呢，要我下快棋是不敢的。他点完以后，转换了，不，你得吃干净啊！你万一算错了，他把捞了以后，你不一定吃掉的话，啊，白棋两边都活出来了，那就。所以我们直接就是尽量啊，有其实黑棋也不见得不好，但是尽量不要这个选，一选就很烦。嗯，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补的时候啊，你要是补不好，你补好了转换，嗯，补不好可能就人家还能活的话，就有点压力啊。我反正有点压力的。我看他实际上还在长考，要不说新鲜不走。不走他总是有一点，不走怎么补呢？这边补要么你交换掉，交换掉吧，从此以后就没有那个了。那当初这步棋会不会有点空啊？他当时也不好下，也许要不单立当时。哦，看到实战是实战已经，对，已经跳了。现在实战他选吃三个还是喜欢手脚，看不到上面的落子啊。哎 ，AB 间隔了， AB 现在 AB 间隔，就是，要么手脚，要么啊，要不手脚，要么来，要不就吃三个转换。哦，这个点你这往回说，如果被他这么活，有点受不了，这全就全活了。这个太外面还矮，这个哦飞了，他是选择飞点。哦，点，我看手忙脚乱的一点，不知道谁用掉几分钟。哎，我怎么觉得
早年还是街上好啊，这当时的缘我没理解。街上他这个这样子会不会是这样？我也是立马这补的时候有信心一点，现在这样尖一个字呢？尖一个，这样您冲过来是不是脚上还留一个打结？结你不敢打啊，官字好，官字好，有一个二结有你在某方黑棋压力大一点哦，但是你有些时候也许可以啊，这样留个打结倒是真的，补一个再。这里面要补啊，如果不补的话被就能补了能吃了，我现在如果我碰到这个我觉得能补了能吃掉已经很补大致补一个补一手，是万一被他拱活暂时倒是也有一点白棋已经冲了，现在看黑棋怎么补。黑棋补一个，补大致会补这里吧，这里也许黑棋对的，黑棋比这个接如果这样补，但这个立在这我安心，这样我可以能不能补得更大一些也不好说，现在是这个造型，倒是这样还能加进去，就一个早上官子好一些，一个转换在中府厚一些，这样行啊，补了黑棋补了形成转换等于这个角是黑棋多一手，黑棋多一手，黑棋的先行位，对，白棋两个角，这两个，这各两个，就是黑棋先，应该黑棋先下的，黑棋走了这个，我觉得外面掉一个应该是先手，然后呢，这点一下是先手，看看那个目数，这地方算黑棋能加，一二三四五，白棋十三目，十十一十二十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黑棋大概多十几目，黑棋多十几目呢，但是黑白棋先手。一手棋嘛，一手棋十几目差不多，就是黑棋呢控制了中央有一个，但是白棋呢有两个子骚扰，因为这个头是白棋的，但黑棋呢有头再加中央，但是呢白棋有两个子判放在那，而且这一手棋十来目棋你很麻烦的，因为你要贴棋目班啊，对，你走了一手棋十目，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白棋稍好，而且白棋还有一个好处，白棋劫财多啊，劫财也很重要。那这个靠，如果这块要是杀出来，还是很厉害的。啊，我们看实战。实战是白棋逼这个。这个大场。大场。黑棋拆这个，这是一人一个大场。这也是常用的、对，也很大。白棋剪。白棋剪。对。剪长。这基本上会长吧。长。AI 然后再一尖。尖是我们以前我也喜欢的，我喜欢走。但是呢也经常遭到批判，那后来 AI 好像老经常推荐飞一个，我这个不是太理解，我接一个我喜欢，接完以后呢我那时候就是这个跳和并反，后来如果能脱先呢还凑合，就是万一外面都没关系的话脱先，不脱先的这个长和跳，我有一次我是并了一个，就接完以后就一个跳，您是担心将来有一些不袜的，其实也没什么，就如果这都厚了以后有一个尖，我有尖完一般哦，有这个棋，如果挡的话他打吃，这个形状有点烦的呐，我是担心这个，不知道如果长的话这个头就比较结实了，头结实了，但是慢呐，慢一些，慢啊慢，他以后两头立了班毡，他这个尖有点熟啊。并和跳，看看他怎么做。他实战也是尖的，接下来要出头，反正就不是跳就是并，是吧？就这两点了。就这两点吧。别的有一次我飞了一个。哦，还有飞。我飞过一盘，飞好像不知道好，反正过一次挺烦恼的，然后就是算暂时不管了。但他人家未来还可以靠过来。怎么出头？这个啊。许家阳是跳了，跳一个是正常吧，跳一个可能啊，我觉得啊可能是跟这边的配置有关系，因为现在暂时白黑棋来这个还暂时不好，因为这两个子还不一定活呢，这个拆三，这如果是拆二的话，这种时候假设说另外一种形状，这尖了一般就很麻烦、这个跟配合有关系，对吗？现在他是高拆三，这还逼着的，你还没动手这个之前，有可能我还要威胁你这两个字。对，没有时间动手。还有六次。
不过我觉得黑棋要白棋要跳，黑棋要不动那个脑筋的话，心情就不愉快了。被白棋跳出来之后，现在左边黑棋这个里尔拆三，是不是得补一手了？就这个形状来说，我的判断，如果黑棋要稍微缓一点，黑棋很容易输。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地方多实木，对，多实木，但这个角啊是白棋的角，白棋容易取地，就是多一个角，这边两个就算差不多。我单飞那个什么，如果中央黑棋后是用不上的话。后是用不上，你要贴你还是实木板、结果白棋多了一手棋走到外面，而且这个是取角的地，黑棋很容易控不住啊、这样的格局是吧、这样的格局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毛病就是一个呢，这个想办法利用后这个尖了扳要怎么用，但现在自己不安全，还有一种呢，这地方得分开，就是打路把它分开，这样打仗的时候可能这个后势还有点作用、发挥作用啊。啊，您觉得现在要打入进去了？我还想，他这三个子感觉有点薄位，要补。薄你补的话就慢了，补也不好补的。最好你战争中补了以后，然后再用那边的尖了扳。那自己补呢？比如说你如果局来说，你如果在这种地方补，那我这手棋肯定比这手棋好嘛。我当时就下了个这个，有一年我这种形状，有一年我是下了这个飞。飞的话，将来还是有一些。他不用重断，他直接靠。这个靠断，对。啊。他可以靠断。这个不如跳出来后势。啊，跳如果你还是补这一类的话，那他当然不如把脸跳上。跳出来。那看来黑棋是不能轻易补了。所以就跳出来以后，身上这有一个毛病，但是暂时能不能动？咦，他也不知道向哪。接着跳，黑棋也跳，快棋黑棋也跳，这步棋怎么理解？他于老，那只能说是经营这块模样吧。经营这块模样的话，这个模样，这个模样很空啊。可是觉得，这步跳我不知道，跳这个模样必须得围起来。如果。也他可能找不到好的点，对，有点他没敢打路。您说的自己补一手有点慢，然后这个现在的格局呢，黑棋很容易控不够，对，很容易控不够，所以他得想办法，黑棋要打开局面。黑棋选择了扩张，对，扩张模样这一块的效率就是成为胜负的，我觉得关键了。是是是，看白棋是浅削打入还是？先搁置不走，基本上就是说黑棋这个角啊，如果是按照白棋把它打得跟正常的效率差不多，那么白棋最后回到把这个守住，黑棋的控就很容易不住。当然现在因为黑棋这个背景还是有点厚的，对对对，问题有点厚。那这步跳其实是蛮有味道的一手棋啊，姜维杰，它也很容易落空，因为白棋这边的头很硬，我觉得打路也不一，你不是太好攻，因为这个头硬吧，他打路的话，你飞出这个没有意思，他就做活就行。是，这个做活的话，这两个子就是你这一道后势拦着没有用嘛。正常一打路，我是把你盖住在里面做活，然后呢，我利用这道后势再往这边横拆做模样。但是这边的白棋后，这个飞出没有意思，所以眼见的我觉得有打路。他会不会马上打进来？有可能打进来了。果然是打入他这个白黑棋要决策啊，按照正常就是应该把它飞进去的，或者压，但这一些东西只要白棋一活，你再后这就很空，落空，你落空，但也得压住。白黑棋飞了，飞到二，我觉得也得压住。您觉得还是飞在上面靠压是吧？靠压扳了退，因为这个地方力啊什么都有先手，这地方也会不知道，如果胜负了他不敢点到这种地方。如果不敢点了，他点的话，黑棋是不是要？你如果那你次序的下好，先点啊，点这就有胜负了。你如果现在点，黑棋有可能胡，这边的效率也没什么啊。如果先这个扳之前点，大概应该能点到。先点再扳，那再扳会不会有变数、啊？有点像这个的对杀，即使全部走到瓦粘，让白棋在底下活一块。然后再打入这边，这如果是往回说，这个脚还是有棋啊，这从拖一点，白棋出头，我不知道哪地方飘一个，飘一个，
黑棋还是在大陆这头，大陆不能看实战，白棋跳、啊、二路，哎，黑棋就这么爬过了是吧？爬过的话，白棋获得这两手，然后把这块加强。于老，这两手交换怎么样？是不是白棋便宜一些啊？哦，以他下一步，要不还是整红杀？可以。啊、十。这步飞是要。他可能还是就是说，如果现在都这两个便宜了，假如这块不死的话，白棋把这个跳起来，把这个打路守住，那白棋就非常不错。不过他可能是担心没眼整体杀，因为这里有背景。对，这有一个背景。如果在这露一后手呢，比如说这种点一点啊、靠啊什么的，这块棋是很安全的，因为这边厚嘛。再加一手呢，就黑棋可能脱先了啊。黑棋会脱先。再争一个先手。然后打入这个，把那边打入。这边的打入是比较重点的。对，黑棋呢也是想一方面想争先手，如果你不肯争先手，我下来就要猛攻你。那就是双方点这个，可能我的理解是，如果黑棋硬一个的话，白棋可能就要脱先了。有可能，然后只要死不掉，把这个守住，黑棋空可能。那黑棋现在能脱先吗？可以脱先，这有靠过来。有靠过来。黑棋其实也挺想在这边打入是吧？有点想打入，打入很大的一点，靠过来的尖通，这要判断。不过人家下了这个靠尖过来，这是判断题。通。啊，那黑棋假设打入的话，这样怎么样？靠过来肯定随时可以靠，白棋还可以，有没有可能在这地方？先走几个，随时靠过来。因为如果这地方冲不过来，靠过来你就得走底下的官子了。对，我看实战已经搬起来了。又走一个？对，不在这里，感觉不能再走了，速度有点慢呢。不，这个我没想不到的地方，这个。对，我本来以为是逼了过去。那黑棋花了三手棋在二线和三线上。这不能这样。这不能这样，这个不能补，这个补不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不补肯定要，因为原来啊这两步缓一点，但是呢，毕竟啊每一手棋是缓啊，它毕竟是在对杀的时候是走了一手棋的，为什么是灭了白棋的眼？就我下一手杀你，这手棋也是下在攻击的位置上，灭你的眼。虽然在二路，但是实际上是攻击的味道。现在这两手交换完以后，就挺简单了，这地方有靠，这地方有点了靠。就很安全了，很安全。黑棋这地方只是一边上都是很正常的空的话，白棋把这个守住，我觉得黑棋空很容易不够。这块比这块只多十目棋。然后白棋的效率，我觉得比那个角还大一点。黑棋有一点难办啊，现在实战就是这么进行。就是这进行。十。黑棋也就是。走一手以后，我觉得在下一手必须把这块棋进行攻击了。但是好像像您说的不太好攻啊，这边有靠，这边五路上也有靠。黑棋先尖，尖的话就先把你这个白棋的这个回家路先断掉。那白棋那步跳就是好棋了，那个就解决了这个刚才尖了扳的问题。对，那这个跳，我看了以后，我也以后不烦恼了。您也就选择跳了。这一次一直把于老师本来是担心这个对手有小尖的尖断的这种手段，这一下的毛病全补上了。也可能就起码是这样。如果黑棋是高拆三的时候，我就要跳一个；如果低拆二的话，可能不一定能跳。解决了您的一个难题，这个肯定是白棋赚到了，比我的并一个强多了。是他如果刺的话，肯定是跳出来。他这个刺啊，我觉得快棋他可能就这么想，现在他是连一个，因为这分段受不了嘛，他连一个以后就 A B 见合了，要不就杀了你，要不就那什么，那就先把飞，先把自己连上。这得需要连，他如果是先飞了以后，这个刺是刺不着的，那白棋这个靠和这个就绝对攻不上了。那现在把这个刺呢，虽然哎呀有点有还是有点舍不得是吧？舍不得，
舍不得，但是有点俗手的味道。但是呢，这个现在可能先顾全大局。嗯，那白棋肯定是把这个角守住，啊，最后一个大肠了、啊。这一守住，白棋这个角比这个角效率高啊。这有十目棋加这个已经比这个不小了。那下面那就看黑棋这个进攻的效果怎么样了。那攻不上就完了，就是杀了，而且是杀也，白棋只要做活，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围控了。这个姜维杰也是以这个暴力著称啊，我觉得姜维杰的那吃了以后就是这个意思了，也是很强。白棋眼见的，要不白棋现在考虑的有没有可能天上再掉一个？先做做准备工作。哎，反正还是先守嘛，先吊着。你如果走的话，我这块自顾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对对。最终总是白棋把这个捞了，然后就是一先布下几个援兵。嗯。现在该白棋，白棋现在不错。白棋现在在考虑。白棋现在考虑，白棋如果跑这个，那跑这几个子，然后呢，黑棋把这个掏了，我觉得时空是平衡的。嗯。如果白棋把这个捞了、嗯、啊，现在白棋上面先二路掉一个，哪地方掉了一个？这个二路。啊，这个先手。又头挡住了。这先手，这先手。但这个掉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掉中央呢？先从上是吧？你上一下，再下面一下。这个是调子。调调，如果能掉着一道的话，哎，如果掉着，白棋很愉快。然后就策略了，你我觉得是要我下，我觉得是想把这个捞了，然后中间反你吃得掉我就投了。看你怎么攻我是吧？嗯，吃不掉白棋这棋、啊，白棋就表演吃孤了。嗯，那现在下面先二路先这个点了一手之后，中间可能点不着了，点不到了。嗯，但是这是我的理想，那点这个他们年轻人不一定会理。点，但是不理，下步靠了，顶断本身就很厉害啊，顶断，或者靠这个，我是这个味道也不好。力量这个掉，我可能是过于理想。黑棋会运到外边了。嗯，他把这个有点担心，这个先手走掉。哎。上面这个也是先手便宜、白棋的先手便宜。嗯，然后胡。嗯，好了，白棋捞不捞？哎，还没长。这个要长吧？这要长，不长得一被打吃的话，得一白棋跳你袜脏了一个。对，什么都没走到。嗯，现在我们看黑棋啊，如果没有攻击，没有得到这个明显的效果的话，就这个目数很少啊。这白棋尖，白棋这块肯定比这块大，效率。那这块刚才数了，这比这块就大十目棋，白棋这也有十目，那块比那个大，现在还在黑棋贴目，攻不出来就基本上就。所以黑棋现在把这个宝都压在了怎么进攻上面？应该是进攻这个。但白棋现在白棋要不要再捞一票？对，白棋看看现在是怎么抉择。嗯，要中捞了啊！徐家阳在上面小尖收脚，捞了。嗯。捞了，我就这一步了，我觉得就这一攻了。对，不攻也不用想那么多了，是吧？不用想那么多，先攻攻看。中间少一个，有没有希望杀？这是要杀还是要攻呢？要杀，这攻没有什么别的地方能围控呀。你控好像就是不够了。黑白棋这样，我觉得这个要杀是不是难度有点大？有点大，这个贴吧。这个中央太空了。要不跳这个？跳这个它。这个难度太大了。那这毕竟是到后世什么都来不及啊，等调查一下有个建议。对，只有这么攻了、啊。如果白棋往这一跑，对，要吃棋，这个、现在是不是有点难？那也下他说，万一你啊、哦、不，你要是丢给我一点嘛，也许，要不再一个思想嘛，就想收控嘛，这种靠一靠，看就或者哎，他远程吓唬，对，先这一带先，但是碰一碰靠一靠，白棋这块棋主要眼位已经到这脚上了，其实你那种撞都是后手，你撞就已经是就是找点借口，如果撞这个白棋这样一做活，你该不够这，可以不理啊、嗯，可以不理，这个、靠一个都是后手。所以从棋形来说，我觉得黑棋就是只有这一杀了，或者这边加一下有没有？加压会不会也是后手？加上他往上压，加一个也可以考虑。那加他压完以后你可能是，我是担心，这样是帮助杀还是副作用？黑棋这里应该用，哎，黑棋点在这儿。点哪？点这里。啊，那他这地还有文章啊？嗯，点在这儿。
哎，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次还有次次。这地方还有，这个总是要组读啊，立一个或间断呢、啊？对，这个立还是间？间断。立好像有那个危险，立它冲就直接冲断，再一立官字，好像眼位都不。先一个紧一口气。不，它如果是立在这儿。不仅可是这个冲断，就算搬了虎，这块眼位就出来了。那弓这块可以，有些时候就可以更撕了脸皮了。30。嗯，这其实拐白棋还有点危险，就算不拐，我搬了虎是稳的，或者我立一个你也很烦。40。这一点，这样这个地方，啊，这个气很关键，这个肯定有颈柱，颈柱没坏处啊，颈柱。唉，只有最多点到这儿，点这儿也没用，点这儿没有用，挤过来只有点这儿圆柱。他如果冲了这样是你的，然后搬住嘛，这都可以想象的，就这样。这边挤过来还是差一气，这个挤他又粘住，差一气、差一气。那黑棋的便宜在哪里呢？就是外面有一些借用是吧？我不知道哈，对对。哦，实战是顶的，真顶的。看看黑棋 这里有什么味道吗？哎，果然是，又点了。那白棋应该也只能团了。嗯，在这个地方倒是快棋的时候有，但他们年轻人都很熟练，感觉上我都看见了，他们应该没问题。许家阳的快棋也是相当不错的。这地方主要我觉得白棋还要快好几棋。白棋快好几期，就是刚才跟这边杀快一期啊，跟这边杀断了还快好几期。哎，单粘是吧？不冲。哎，你无所谓，一样是吧？按键冲了冲了，刚刚什么也就这样了，这有啥用啊？这个挤的话，人家就粘，没用。可以获得的呢，我看到的就断。你搬粘，因为这个有打结嘛，有打结算、这种时候结算，然后再几段，然后呢就是还差两气，人家可以拖，这中间也差两气，就是但是呢你万一别断的时候你跌断我很难一点，对，不能乱动了，这损了好多，损了好多，要不最后几下先别走，哎，就总之的这个床好图摆在这儿，黑棋全力可以像这样，是先点两下，放着放置。但是差两气啊，要差一气的话，全收紧，这块还真有可能杀。对，这要全收紧，确实。全收紧，我觉得要，我是杀这个都有信心了。哦，要硬来了。攻了，这攻是必须的。点了两下，做做准备活动。他可能还是思想上，要不他刚才算这个气，不是想办法再收紧了，还是想杀这块，这个思想是对的。跳。第三撞啊，这种、要我的眼光呢就这些了，感觉还是不好杀呀。然后如果你稍微熊要，我就从这攻了，这个、黑棋跳的，掉在这里，对啊，这不解决问题啊，这黑棋白棋一跳出去，这得靠在这儿，靠在这儿，这块还是挺沉的，你到这面子上还是争取这样扣过来啊，两手这样扣，这个有劲儿了。哎，有劲儿！你要是中间补一个，比如说你逃跑一个，我靠！如果你走，我就跟着走啊。总是永远那，或者如果走到一下，我觉得可以考虑再追一下。这边你稍微撞一气，我就全先手。那刚才那个图，看什么时候下，就官子有点损，但是杀大龙的时候就无所谓。比如说你这样，再跟着走，那还是有点意思的。我觉得应该靠的，这一步控够啊。这个白棋总是要跳起来的吧？白棋跳起来，跳起来，你就破到三路空吧。他这一排，对呀、这两个交换，这排拐弯十、二十、三十多目肯定有啊。黑棋就26啊，就现在可以看，就黑白棋这一两块跟这块差不多大，差不多大的话，就这两个角的对比了。从规模上看，好像白棋要大多，白棋最骚的就是靠了退。其实这还可以点两目，它其实可以拖这个，可以拖。比如说你搬我断，就你搬给我不活脚，我就算断。很有味道哈，就是，因为这地方是拉到胯的，所以也就是说这地方的地啊，你要全主上地，白棋这还有点地，所以确实不够的，
时了，这一票这对、这个、这是不够的。这个黑棋我觉得这平衡感就是不够，有时候够和不够很关键。嗯，如果说形势不是这么严峻的话，掉这个呢倒是也是一个，你如果跳呢它就跳出来，就要说你如果补呢不知道掉两下也，有种这也平衡感也不对。现在这还是靠在这，我觉得这是要靠在这，靠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白棋这样，黑棋还是杀不掉。啊，那我是，搬或者再接着追。杀不掉也有可能啊，于老。那本来也不够嘛，你现在问题是现在这样，你就把黑棋妥协了，没有攻的机会没有、啊，黑棋撤退了。转身、不够，这样不够。现在点，你这点，白棋这俩也便宜了。这种形状我见过，有顶在这的。啊，顶这个不是爬的、便宜一点点就好了。上面的一爬一个是没问题啊，但是现在我比钱比较多呢。嗯，钱比较多的时候，尽量想走到二路啊，就担心他突然，他比如说他这分段肯定先手，他如果有些先手以后，突然有一天点了下来，我、这个担心，或者他。有这个子啊是掩护这个联络，然后他靠点三三，举例来说这个分段先手，他利用这边怎么把这个两块分段，一切都是还是以安全为第一要素。如果顶你如果退呢，我这再爬过来爬过效率高。你如果走上面呢，我就上面扳头。不这地方呢，我就要求这俩便宜就行了。对，我要求这两个便宜。看看他是。看来没这种形状，在白棋控够的情况下，不要去连这个。其实连一个也没关系，我觉得连一个也没太大问题。爬过是吧？二路爬过也可以。爬过就有就是要的太多了。万一这地方有那些穿好图的话，就是够的时候还是，我的感觉白棋够。怎么觉得白棋现在这个以攻为守了？白棋只要走后。你刚才觉得大家还觉得有点危险啊，白棋这一串，有可能还有点假装攻。我们有时候说假装攻一攻，但实际上是为了那什么，为了自己走后。这是飞了这个以后，如果不尖的话，它有靠。其实白棋我觉得老想呢，把这个靠了，或者把这个飞了，这一飞就全连上了。啊，但这个子弟不能损太多，这个时候飞就担心黑棋啊，他真的会拼一下，他还是不理，他把这个靠或点在这儿，就不知道有哪个成立，有可能有点。点我如果挡呢？爬，打他冲断，你敢不敢爬过去？这个是个疑问。如果被我这么戳着，你这个子没用的话呢？对对，就被击中了。所以这方面，当然他攻再接一下没问题嘛。白棋安全第一，黑棋来说，黑棋随时这个飞段还是先手的，这应该是先手，白棋应该是必须压一压连回去的。嗯，那么，作为白棋来说，一定要守住这个联络线，这条的联络线，如果暂时目前点了往下贴，已经有一点，所以现在守住在白棋手里，要白棋要守住这个。这个地方不是手控，这个主要是要联络。控白棋问题不大。这个控其实没有多少。白棋的控就是说你让你啊，就是说你按正常的，别像刚才那个穿好图一样，直接把我刮死了就坏了。哇，这一压，压已经先把控守住啊。压不，白棋退回来，这压倒是。黑棋不敢再连。对啊，黑棋如果退回效率不高，这冲特别大这边的。关键中间黑棋肯定要加出来，这肯定要加出来。黑棋在这种顶可能应该是不行，顶白棋退先手，甚至还保留扳，这时候飞外面，这个也特别大，但是这个还好，毕竟是不是刚才点的那种地方。这应该加出来。先刺，刺一手，刺在这里。刺在这里，我琢磨着他加的时候担心冲这个。冲打。这样的点着一下，我也不知道干嘛，点一下总划算的嘛。以后再点他就双板凳了。
可是于老他点在这里的话，他将来黑棋再下来可就下来还是要飞了，总是下好像只能这样下。班虎是先就是跟这边，但是以后现在能白棋下点了以后他就会藏这个，他不好意思冲这个了，这个冲就有点棋形不好看了。冲黑棋可有可能还可能从这边打，二十就点到便宜了嘛，这形状不好看了。你说的对，形状不好看了，点到了不好意思再冲了。现在还是这样，如果白棋把这个吃了，黑棋分段以后下来还是这个长长，长一个，再把这个长出来。哇，好乱啊现在。不，这长出来不是为了那个什么，就是看看你的形状，我能不能先手把这些毛病都补上。假动作是吧？假动作。你如果稍微熊一点，我这边安全一点。比如说你贴这个，如果贴，贴我，那我好多了。我再藏啊，还有扳接着不就厚了吗？那就厚实很多。不是说把你吃了，我再藏这个。这白棋黑棋不能贴，黑棋得顶。它是退。退这个。嗯。对这个白棋，起码外面贴两下先手。但推这个点下来是不是靠这个挤先手啊？我觉得黑棋很薄呢，如果黑白棋能不能拐回去？可以啊，现在白棋怎么下来紧，他拐回去抓住重点，他往外面贴，重点仍然是黑棋飞先手这样下来，还是这边的联络。所以白棋我觉得下来这边，或者先下来这边，下来这边尖一个或者飞一个。对，飞一个黑棋是自己也有一点，黑棋是应该是黑棋因为形势不好了，这地方间断一挡应该算活棋。就也就是飞完以后你爬和联络是一人一个，而且脚上呢因为有味道这个紧气的原因，这棋白棋好下，但是怎么抓住重点把棋赢下来也是一个，也没那么简单是吧。这种棋我是经常下输，我觉得要我觉得下还是想飞在这或者走在中央，中央飞这样。现在的重点，于老是不是又是中府的联络？我联络了。但最好把这个吃了。要把上面吃掉，再把中间联络上。那就木都不用点了。但不，如果现在黑白棋吃的话，联络了。如果吃掉的话，黑棋分段这个。这个地方是要考验一下的。这个分段是应该是先手白棋必须往那边跑，然后黑棋刺了贴下来，不知道刚才靠这个，因为这地方有两个靠成不成立，这个班虎应该算黑棋先手。20还是飞的，大家飞这个25，还是抓重点哈，先把自己联络好。飞了只能好的，这棋贴，贴这地方暂时分不断了，真的把这吃了。那个吃木薯也是。等于这两手这个位置没有关系，相当于你刚才说白棋藏出来，藏出来等于我这地方交通要道走了一个，等于你是在这走了一个，这俩交换还是白棋赢家，我死了嘛就没关系嘛，对吧？我大不了一死嘛，而且这个可能还有很多味道，还有这俩还是有味道，比如搬这个的时候，这个字还管点用。有了这一手，大概冲这个，你可以拼一下了。就是即使形势好，也值得一拼。刚才如果是单冲的话，被飞到这个，这有点危险，是吧？就这地方底下的，这个黑棋可能找到机会了。如果这样下的话，再点、那白棋还是抓住重点了。抓住重点，你如果走这个，那这手可以拼，但不拼，我觉得白棋应该形势也不错。比如说把这个补住，走。对，于老师，这个补和那个冲哪个大？那还。应该是这个的。从目数来说，上面这有点呐、有味道。不啊，这个点从爬过来，先手起、这个。你要走这个先手冲断把这算吃，所以你这可能还得硬。后续手段。这个要这手带厚薄的。对，这个冲过来目数不少。冲过来目数又大，又把这边的断头全没有了。那断过来，现在刚才还有这个手段，现在这没有了，黑棋怎么办？靠断，晚一天了。许家阳把这边冲过来，这个黑棋的目数是不是有点高级？高级，靠断，马上靠断。靠断。不过这靠断应该许家阳是想好了的，我估计
这些有先手，他过来打一下，打好长头，长头，这地方这个如果有拐，这个一尖，就是点他可以爬过来，对，拐是先手，这样他有信心洗外面再尖先手，但你拦断的话，这地方能搭出眼来，我觉得许家阳是这么一个思路，但黑棋得靠断，再不靠断，靠控。还是跟刚才我们分析的一样啊，就算黑棋这走，白棋就算飞过这一块，也比那块大得多啊。收地好像黑棋很难赢。十，很难赢，但又找不到好的那个突破口。二十，现在黑棋好像还在长考啊。哎，跳了，他们挡的这个许家阳和姜维杰挡的棋盘，跳就飞过了呗，他还点啊，已经看不清了，他们这个脑袋全部挡住。点什么意思？点完飞过去，点完点了以后随时一拐就通了，这些通也不是关键，有点地上，就这样。他没有粘，但是可以冲到一下。这为什么要点呢？我那个没有理解，就直接飞过，或者外面补一个就完了嘛。走后，十二十啊，加二十五，这非常好下，见到这也行，连上连上。连上就这边先不理他了是吧，这一关子这连上还是两块孤棋连在一起，还是非常幸福的事情要不就是从底下连有点木，但这样我不知道连不连牢靠，如果连牢靠是没问题的，他这种尖上尖的又很烦，对，如果拖过他有一长，所以把自己走后，将来黑棋总觉得还有点薄位，不，那许家要点一个肯定是准备连了，整个先手我看他是，但是这样呢然后没有并，哎，看许家阳摇头，他是哪里觉得没下好吗？被这个一次，他有点一次就底下过没有了呗。对他一次，许家阳又在摇头，好像有点后悔的表情。也可能点不应该点，不点还留了一个后门，这时候如果不点还留一后门，但是连一个应该安全，他难道连不安全？连安全问题不大，他点就是。变成这样呢，就是已经主度了，是吧？这样的形状是过不去的。对，它又挤了。这底下飞不过去，就这种形状底下飞不过去，飞它选一边靠，再加下去就好了。这一本道吧，这基本上这黑棋要连的。挤它还没走，应该会粘吧？要粘，不粘不可能，不粘吃后手吧。这是都是我连之前挤一下嘛，这是很正常，不然以后挤不到了。他还没走，现在等于是充分利用这个读秒的时间。那要走一个。6、7、8，这得接上，这得接上。黑棋的圆，反正不是粘就是。应该圆一圆。先断吗？难道断总是打死了？这个大头鬼啊，这个应该会。反正现在总是要联络一下，连一个，这大头鬼你走了也就走了，这是大头鬼，应该是比较必然的下法。看现在黑棋还在考虑利用时间，好粘上了，这还是粘啊圆的吧？圆的，粘有问题啊，以后官子有问题啊。对，这总是圆，这是圆，因为这边棋没有用，双板凳是正常的。哎，现在白棋又获得先手了，白棋天啊，这也没有可下的，这边是已经是连不回家了，这连不回去了。这连不回去了，只能自己把两块孤棋连起来。对，必须连起来。棋长一尺。必须连起来。现在这时候你走底下都来不及，这边也再被靠断，那就危险了。这时候你的要找一个安全的连法，已经彻底过不去。刚才还可以找一个不安全的，现在必须找一个安全的，要最安全、最稳妥的。你看小尖了，这个连的比较，这个自身没有什么问题吧？我只能说他们年轻人算力好，深黑棋大概挡一个，这样。哎，于老，中间怎么感觉这个尖连上了吗？你再说吧，因为黑棋自己本身不连，自己还有点薄。而且这个本身双方眼位啊，之后还真是有可能靠断，白棋再补一个。
不过白棋要是一直这样连的话也是在走单关啊。对对对，连对吧、哦、黑棋先断。对，这是这其实没有用，挡其实你拐都拐不拐也拐都黑棋白棋可以跳过去，这样打棋的时候可以虎这个，嗯，这是死棋，所以拐挡那不就把这个走到，就是跳到这也是后手，这个还是不能跳到这的话，跳到这没有用，就拐过来是大头鬼，嗯，这样是大头鬼，是而且这边很厚没有用，这立一个没有用，对，所以白黑棋也就是弄一个这个先手，黑棋官子亏的，这个黑棋官子是坏棋啊，先断是亏的是吧、不先立子烧损，但是呢好处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家是先手，不然你单跳呢少送一个，但是呢再立的话有可能不，你跳就是后手，就是哎再立他可能挡在这边、啊、他立我相信，我觉得他是打一将，他其实还是想了，希望走完以后看看有没有，他可能觉得空不够，但正常我觉得应该挡一个，挡一个呢就白棋肯定是补一个，那就是现在也要判断一下他如果说是空不够，他要他可能是担心这样没有办法收，他最后白棋收到黑棋收到最后差二，哇，许家阳这个棋黑棋立的时候，我看许家阳手势这个应该这个爬太大了，最后一秒钟赶紧快把这个爬掉，不，这爬你收当官呐。我的眼位也足了。哎，那黑棋那个力是不是？不，我觉得是打将、啊、问题、啊，打将和那个什么之间的问题。就是以为是绝仙的打一将的时候，嗯，被白棋脱先了。而且他认为一直在动脑筋，他觉得这棋中间啊，如果不出手要输，但出手呢、没算清。对，怎么出？那首先这边先分段，其实不走他白棋急的有眼位。白棋急了能活啊？可以小飞是吧？啊，小飞了我那个不要嘛。比如说我爬了几千手一飞，我半边能活啊。他如果把这个走掉，这半边不活了以后，他中央有没有招？那这个力不仅仅是打将啊，他不仅仅是打将，他在中间分段一波胜负啊，这有用吗？这个退呢？要不尖这个，从这几段也不太可。这样退一个没有用啊，他冲断的时候打了有一家，嗯，只能吃这一个子，没用啊、嗯。但他走到可能也拐，这样他退一个，这形状白棋也很繁琐。对，白棋不知道怎么补了。嗯、就说黑棋是单走这个是不肯的，嗯，单走这个第一感是应该黑棋单走这个，白棋跳一个，黑棋差二没摆，这样的官子他觉得不够，黑棋觉得不够是吧？黑棋觉得不够，其实我觉得像这样黑棋还算，就是白棋走了几个单关嘛，黑棋这一步也走到了，这边也走到了，这边把它破了，损了这一边。嗯，这样是不是还是细棋啊？我们看实战吧，现在实战它是立一爬就出胜负了，这一爬就胜负手，然后白那黑棋只能抢先手，刚才那个图走完呗，刚才我们见过的图走完看看。这就有点损，这个可能是一本道，把它挤断，然后呢走到这个以后获得先手，把这个捞了，这个多大也不知道，中间断不了是吧，中间我这个你气紧啊气紧不，这样的话我收气的时候自己就活了，顶了以后他拐吗，顶了扳不做活了，活了就行，但是他走这个呢，走这个接也是靠扳，这接了袜可能还是能出去，对，那走成这样就是牺牲有点大，但把这个拐了损的有点多是吧，哎，你别说这样也算个窗口图啊，白棋先拐呢，那问题是先拐，那他再间断，再间断他这么等于冲了打掉扳，能活吗？扳打吃再打吃先手，还有点希望活，一猴也活了，并顶一个也活了，可能这还真能活。那这样的，这个头还有点这个二路拐特别大是吧？那总是一个面子吧，那边损多少不知道，但这边总算还捞一个，这像这样还有点意思。
该黑棋侠，黑棋就唯一就是段有点这一代墙上还是留着味道。哎，怎么黑棋走哪去了？黑棋没断。我们看啊，我们跟上他们的实战。黑棋没断，黑棋没断。黑棋走成这样的时候，他觉得思想工作已经做完了。思想工作做完了以后呢，捞一票，捞一票呢，白棋还是尖断。那么按照黑棋的图呢，黑棋可以尖断，还是应该这个走。这个打劫估计白棋受不了，这个劫有点狠，还是要补。要补。嗯，要补的话。要补，然后那会有问题啊！你这不一定走得到了。这个就来不及了，走不到了是吧？有点来不及啊！你挤我接啊！你这下断不到了，断我可以补外面啊！你这三个走不要了啊！这坨死了。走这边我就脚上就可以活。哎，那这块死了可就这个啊！我觉得快棋的时候，刚是黑棋这个断实在是下不出手，损地，但是应该走掉。我觉得走掉还有点意思，把这个拐吃了。这个有点先自损是吧？先他可能已经下到这个地方，先自损八千。从那边那个黑棋的下法的时候，我认为黑棋所有都看到了。就是这样做活，但是呢在断之前呢有点侥幸心理，有点不舍得，有点不舍得想保留一下啊，有点不舍得。高手老是这样子，老是高手老觉得这个断的单关子太难受了，被人家一扳粘，哎呀，这个如果走不到，那如果下成这样，哎，这个怎么突然要黑棋，这个黑棋顶，先顶黑棋，不是什么时候走是有问题啊，现在顶已经顶掉了。对啊，黑棋那这更挤不到了，就这下就走不到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但是这个时候问题是时间催着你，你可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黑棋能活，自己能活吗？已经来不及了。黑棋立是先手吧？立先手，啊，立后手。立我断呢？断我接上啊？不，你这立一个他应一个这嘛，就安全了。里边做不活是吧？我如果比如搬，那你就长吧。先搬就长嘛，或者点我这个说，但我觉得长一个或者搬了顶一个就是，搬了顶吧。要不然你不是于老坚是先手后手啊，那就是还希望一次，要是能自身能做活的话还可以啊，就先不这他这边延期啊，你断他接一个你还是快一期的，你只有搬这个把这个气紧住，先把这个紧住，对，先把这个紧住，这个紧住呢也就是这个还是先手 对吧，你断我要搬粘，那就是这个形状，可能如果走这个呢他断我接，那还是安全一点，还是点到这儿，点到这儿。现在呢，你还是来断的话，我搬粘，这样你这个棋走不到了，走不到了，不要了，我不要了。那这个他就粘上，那就不能走这个，你只能靠搬虎，搬虎是先手吧？搬虎先手，啊，搬虎不先手，你断的时候，他立，立可以挤啊。那断的断的搬铺了打劫，铺了是打劫吗？哎，那一搬一虎，哎，你这个是这个对杀还有点意思，哎，搬了虎呢？吃就打上来。打劫你算谁赢啊？打劫你不能算我输嘛？打劫白棋也挺重的，白棋有负担。他这样他可以冲过来，他断。这一铺还是打劫，就是说我走这个，你用铺是吧？这个您打的时候，我是不是只能，我也只能做劫，打这个劫。就是缓气起来，立还有一挤。有一挤，但是挤一个也这复杂，挤我接完杀气不知道谁赢。如果走他铺，我有没有可能打一下以后再冲这个？打的时候你把这个退了。打一下，那我提、哎、提我补一个，你眼位不足啊，这边我通的，我这边是通的，哦，这哎这，看他们实战已经果然是点进来了啊，我这个好复杂呀，这个里这个是大型死活题啊，哎呦，刚才我没仔细看，黑棋挤这个，挤这个白棋接回去就完事了，我们看他实战吧，这里这个是考计算力的时候了，估计两位棋手应该都是没有几次保留时间了。这么说来，下半天
最后胜负就在那一刹那，一刹那，真的是一刹那。如果黑棋把这个走掉怎么样？我这是个谜，我搞不清楚。这里走掉还真能活，这个是他现在要求更高的活棋。胜负现在就是看这块的死活了，双方现在这个我觉得死了。这个白棋接上二接，我这个简单，这个点肯定这块点死了嘛，你就这剑横不就死了吗？您说接把这个接回来是吧？啊 ，AB 剑和肯定死了嘛。走这里就占这个。就你这边要能活了，刚才班虎都先手都不活啊。还是哎，这样子是一个转换。应该。这样子转换怎么样？黑棋。应该。但黑棋那边上面得了一些。那黑棋有更好的，刚才先等他顶完，先别顶这个先断嘛，或者顶完先断嘛，半张以后再挤这个。哦，那样是后手。现在黑棋先手，黑棋先手。黑棋现在把上面的。哦，现在黑棋先手，黑棋先手，那挤这个，所以下我这就容易松，容易松。我看他先粘了，还要断呢？断。哎，断这个不行啊！他是断这里了。他那死一气，他看花了。他是断这里了。哎，断这里不是卖了一气吗？他这准备走道啊？对呀、啊。先断这个。这个哦，这几道几道不顶，几道没有用，几道没有用，你后来几这总是要先断的，哦，先断也一样，他还是搬张这个，那就是这期我们刚才不是说他班虎这个，班虎这个是比较有希望的，班虎这个比较有希望，这样子是不是有希望哈？班虎这个白棋如果贴他断，等于这时候再挤，这个、如果搬他有扑，对，打劫杀，如果我打，这时候黑棋能贴这个吗？不能，这太复杂。我们看实战吧，于老他们这个实战。十一二三。啊，他看看他实战进行是几？他要全要啊？全要。我但是确实，现在白棋可以全要了。这个吃的不是挺，这个挺简明的。断了吗？断了，吃这个，然后贴。那不该死还是死吗？对呀、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获得什么先手啊？黑棋死的很简明啊。黑棋看错了吧？他我觉得他这个一起断这边，他看错什么地方了？哎，这死没有变化哈、啊，没有什么变化。你该死总死了，我爬一个也死了。刚才这个好奇怪啊，怎么刚才这个棋局本来我们和于老摆的正是复杂的时候，好像黑棋挑了一个比较简明的，这简明成这样的图啊？那是快棋的那什么？刚才黑棋要先断，还真是能活，就是损的有点难受，先断，然后把这个抢了。不过确实，这个这么复杂的一个计算，在读秒的这个催促下，他不应该选那么简明呢？就说即使死，也要死的复杂一些是吧？啊，比如说刚才那个打连环劫死掉，那也还算有点面子。这个是不是有点哪里出现了误算了？我都怀疑他，我觉得他有一个错觉，他有可能错觉觉得这个段他只能接上这个的，然后弄这几个先手活了。哦，也有可能。嗯，也有可能。我觉得这样，但是没想到人家可以吃在底下。这个关键这个，但这个错觉是比较，他要活的话，直接走过来就活了嘛。就高手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就是看起来低级的。那我话说回来，如果我单走呢？单走这个变化也比这个复杂的多啊，反正好像不挤不断都有。不是这一跳我一挡就活了，你这个时候你还得想点办法呢。对，就他什么都不走，就先挡过来。现在也比赛死的就是先闭着眼睛挡过来，也比实战要你也看不清一点。是这个有点匪夷所思啊。嗯，哎，不过白棋搬粘我觉得死，搬粘死，就是死。但后来你更不影响啊，白棋要怎么吃还是怎么吃，一点影响没有，还可以点半张也死，没关系，就是这个前面肯定是漏算，因为跟什么都没关系。这个棋被吃，突然就被吃掉了。嗯，而且一点利用都没有。对，这个比较吃的比较干净啊，一点利用都没有，气也没有。哎，这什么时候交换过一下？冲这两交换过一下。嗯，气也没有。白棋我们没有漏看哪里吧。嗯，断是先手，黑棋断是先手，断是先手，这一带也没棋啊，没棋，可顶多挤这个，打了挤这个应该有，白棋还可以吃一半，就现在可以断，
最多最多那种，但还可以吃掉，观战术，你最多走到这样，最多走到那样。哎，这个如果那没用，没用，冲过来断不行，没有断完退，那肯定活了，要是死早死了。那这个黑棋一下，这个突然棋局本来还很焦灼的情况下，这得问问、这个、好像棋局要问要结束的感觉，他到底哪地方误算？这棋是误算，而黑棋其实先走是肯定是黑棋呢有文章可做的，对，他只是不舍得把那个断掉。黑棋感觉活面大是吧，于老？不，先损掉就肯定活了。刚才就我们一开始的参考图，先损是活棋的。但是他于心不忍，于心不忍，走这个段还是于心不忍，于心不忍呢，想更好的形状，但没想到走到最后怎么死的那么干净，是没有比这更难看了。不，他觉得这个地方借用很多，他没有想过会这个死的这么干脆啊。不是，他不肯断，肯定是觉得有文章可做。对，结果文章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没做出来，而且走了一个特别，人家还是跟着硬的，只有我这种当时以为你这有，我吃一半就够了。这里结果吃下来什么都没有，对，出现错觉了，这个对姜维杰来说有点遗憾啊。应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变，后面应该这个一个大块棋被吃掉了，这个目数应该是不够了吧？不用再看目数了哈。不用看目数了，刚才黑棋还可以，那实在不行，黑棋怎么也能，刚才先死了，能活一半也差很远。这关键死的还特别怪，连空也不对，这挡不住后手。对，空也不对。现在调整一下心情了。对，白棋搬一搬，立一立都可以。这个或者搬一搬，补一个也行。啊，这个临拿到赛点了，这个第一局赢了之后，第二局拿到赛点之后。心态是有点，这个白棋啊是正常的心态，就立尝一尝，别这边起断啊。那看来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还能看到第三局决胜局啊，把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局。就什么思想都不用想，往这里联络，一步一步走近就行了。白棋打吃，打完才能走，他不会徐家要把他又干掉吧？现在白棋打一下再退的下法比较多。这地不是这一点追得回来的。白棋，但这其实真的，现在还有变数吗？没什么，没有变数了。真的往他追也没问题。也没问题。这个突然死掉了，对棋手来说可能要稍微要缓一会儿是吧，缓一缓，唯一的就只有这两下了。中间还有一个有一点点这个字借用，但是你走这个黑棋果然是挡过来，黑棋全走到也没什么，就算退一个也没什么，把它全吃了也是可以的，厚一点嘛，接在这儿接着嘛，牺牲地换一后，退了这也没问题，到时候再弃掉。21，黑棋应该是单拐。对，4-5。但白棋太好走了，太好走了，选择很多，没有什么。甚至往脚上靠也可以，不过那是。正常下棋的话，因为这块也很厚，真的往脚上再延延气也是可以的，可以追求。啊，退一个算了。退一个啊，稳健了。这个没什么，黑棋就也就这两下先手，就搬一个，要不含蓄点退这个，吓唬你一下。要单退一个，单退一个，这个就你敢再吃我只有中间把你杀了。这中间怎么杀呢？就是他如果他外面全是先手的话，如按照正常是挤这个，挤了二打，打吃打吃冲出来。如果挤这个，先挤这个，要不先挤这个可以圆嘛？哦，还有圆，可以圆。哎，圆我断了就接上嘛，这边在挖死，挖死是不是还有收气？那他要是靠近。这挤又亏了呀，那不挤我单接上啊，就稍微少亏一点。那这样走
多少？哎，或者我打吃单挤，打吃完再挤是？哦，不行。啊，打完可以啊。啊，哦，对，可以。可以，这可以走道，可以走道。打吃完挤是你的，打吃完挤好。然后我冲出来。嗯，对。苦一个。这个蒸不死。就打完小尖总可以啊。打完小尖。嗯。不好吃啊！对，这边如果有这个线索嘛，你算不清都算你赢了，肯定是这样。如果外面没有那么多线索，肯定是不行。所以黑棋单藏一个，考验白棋一下。哎呀，白棋怎么？白棋还老，这力量，身体好。嗯。拐他藏了在爬的时候，其实爬档它中间味道多啊。他希望爬到一下，爬到一下再尝这个，那味道又更好一些。嗯，这样打两下线索，打两下，这边线索更多一些。对，他跳。嗯，尝山上。嗯，哎，最后中间补一个就可以了。这个脚上边上是吃掉了是吧，爸爸？一起吃掉了，挡住。局部肯定白棋气长，嗯，但是白棋这个也就那个，就我觉得退一退，这延到气了就一挡就可以了，效率也就正常。长这个黑棋长，白棋挡掉，这先手这气你全收紧吧，然后在中央走，这一串黑，肯定有可能黑棋便宜点，但是数量很小，嗯，等于你靠搬退接嘛，我一先手你搬了一下。这样就安全运转了。哎，因为哎，它是粘上。嗯。哪个？现在。这个时候，这个长还不长啊？这样子的。啊。粘住。把这个粘住。这是怕打劫。怕打劫。有钱人啥都怕。这个他觉得被打一下，也没关系，中间还是不怕。这个我觉得应该长掉啊，安全点。他觉得这目数很小，反正这一尖就通了。对。你如果退的话。这手长有可能确实价值很小，补一个，然后把这个尖，就刚才那形状，这个尖倒就安全了。现在敢不敢先打？这一本大。现在白棋其实就挑安全的下就可以了。安全下，这个时候你想不要我这个想很想拼一下这个，要不要拼？要不就中间补一个。这个不拼怕他爬吗？对，爬大呀，马上就爬吗？好像别的没什么大棋了，可能也不在乎这一点啊。爬就算远一点，就差两目棋。好，打吃长了，看看白棋是怎么样来安全运转啊？哎，这个安全了，我觉得打没问题。这还是刚才那个图吗？你走了挤了走断，打了一小尖，这边还要在嘴里呢，对这一小尖一尖就回来了。很安全，这个总是没什么。这个时候看许家园的，这种时候也体现性格，只能说。这个时候白棋心情是比较愉快的，比较轻松的。嗯。这边的形状，我的判断差不了太多。就是黑棋便宜，也便宜不了太多。便宜不了太多。哎，他飞了一手，先飞一手。这打架。嗯。要不顶掉。这个时候如果用 AI 来看胜率的话，是不是要接近九十多了？嗯，补一个，这个走完就彻底补住了。这个补输以后，感觉棋局黑棋还会进行吗？不，但这个挡不挡啊？这个哎，补了，它是这么补的。补哪？尖这个补。这么急。都觉得补到这是安全，不过他这个通外面的这个尖也没意思，是吧？我想着尖在这儿的，有点拉到胯的。这个尖是这个，这样目数便宜吗？地还行啊。打吃完了粘回来。能补一个。他如果打吃。那这我还真的只能补一个。就真补上了。这样补的结结实实。接在这儿，他还是看不清啊。这尖在这是安全的吧？肯定安全啊。这肯定安全。十，哎，他这个挤完了粘没有什么变化吧？将来断了，里面有受气吗？啊，那这还有过呢。二十，他
这安全嘛，他挡也不挡，那他点木可能有花了时间点。嗯，我看看。尖一个。尖。白棋黑棋的话，把这手点。嗯，把这个冲掉算了。他冲掉接不回来先手了，应该晚一点冲，这也是打将，应该先走这边。应该先接是吧？应该哎、先接先打吃了接上了，然后再。啊，打吃接上再冲那个。那再冲可能就后手。那以后慢慢冲吧，再冲也没什么用。这两下先手还是便宜一点点。粘。啊，他还觉得总是不够。粘一个，什么意思？你如果补外面的话，他官只能刮一点呗。就看有没有收气。但黑棋、白棋可以补一个。我也不知道补哪，补一个吧。他如果立下来，这个里边是。先手。活棋。嗯。很冲，走得很皮实，这嘴抽到那边气也没毛病。对，白棋黑棋气也很紧。他走完就挤在这算了，这个差两目棋，很关系不大，更看得清。对，因为你黑棋已经自己在里边走了，花了一手气了。二十一，二三，黑棋爬一个吧，这个最大。这个还用收官吗？哎。哦，结束了。嗯。哎，没有加了。看他刚才去摁中，以为结束了，加这个。加一下，应该跟顶掉比差两目棋。加一手打将。爬这个吧，最后爬这个才能点。木叔怎么样？但这个吃掉，我认为是懒得点木的问题。咱们数数看。主要是。五六七八九，三六七八九，这算一样。九，没点目，我跟着他们的实战。这个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三十一、三二、三三、五、三六、四十六、五十六、五七、五十八目。十，五十八目，白棋这一五，这有十目。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十、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四一、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十五，这块五十五目。六。这块五十五目，六十五目，黑棋子五十八目，爬了团掉。盘面白棋好一点。盘面白棋好一点。嗯。因为黑棋子，我把这两块算顶了，然后这块加这一块，最多五十多一点。五十七八目，这目还算黑棋上全围住的，补一手的，不补一手五十八还不到，白棋这块就五十五，加这还十目，哦，那就算的比较松啊。嗯，算的白棋松一点，这个挡太大了，黑棋干嘛不爬这个？刚才粘这个，那就吓唬你啊，你敢不补我就投了，再杀一下，但年轻人，这会死吗？这应该不会死，那这里面有死活问题吗？他可能吓唬一下，那这肯定这个爬大呀。二、三、四、五、六，肯定这个爬大。七、八，他硬了。一，硬上，白棋先接掉吧。这等会儿打将也行。这里边是打是没有问题啊，没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了，中间走一走吧，煎一煎。那正常进行的话，因为这块别被黑棋围上嘛，白棋盘面都要好。你这样白棋盘面啊，好不少。小尖，对，小尖了。嗯，这个就安全运转了。这个白棋没有什么可以出。就你围上，你这两块加在一起，就你其实把这围上这两块加在一起六十目不到，白棋这块就五十五了。加这就已经五十八，就已经够了。这块还白多了。而且现在白棋全盘都很厚啊。嗯。好。嗯。张维杰停中了。对吧？这块光这块就五十五，这盯不住了。确实是白棋目数又多，然后全盘也没有什么有风险的，是吧？没有风险存在。哦，看两位棋手局后马上再进行复盘。果然焦点应该还是这个，就是焦点应该是这边死活问题。嗯，前面只是黑棋空不太够，不好下，但是这块死了那就。我们有的他们有个说龙就接龙，就是这以后就接龙了，之前还不一定接龙。这个棋，而且那个时候啊，黑棋挺有机会的，就是如果真的先手一拐，是的啊。当时这个如果
黑棋如果有时间比较充分的话，姜维给姜维杰充分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一定是比实战效果要好。他那个断老不舍的，看看他们摆这个甲有没有，这也需要看一眼，肯定是。现在局分又1-1战平了。就看那个，就看那个他们的哎画面有吗？那能看见吗？还是在说这个，应该还是在说这个。应该在说这个吧，这块后来干死的。这是胜负的焦点。嗯。看看他们死活地，看看怎么摆的，没看到画面。对，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顶镜头啊。他这个里面的，他是摆的哪个图不知道？哎，这个时候，点的时候他不舍得走，还是按照这个时候看，有没有没断的话能不能活？他是直接爬过来。啊，搬虎吧，只有直接爬过来。他直接爬，黑白棋可以搬在这边，我觉得，哎，搬在这边，对，但单爬他可以搬在这边。这时候如果这个能活的话，黑棋刚才卖不卖还更好一些。那我觉得死了，跟谁下了？断了，然后顶。哦。那白棋还是挺难杀的，就算要杀也比实战好多了呀。不是，等于把这边也这有可能先手吃这个，先手吃这个怎么样？他如果先走，他只有搬占这个，然后黑棋挤为什么不敢走了？挤了，如果全断到这个线手，打到这个线手就活了。他是搬占完以后，然后断这个。断这个，他认为断这个的时候，你必须中间杀，不杀活了。要补一手。不补打吃贴是活，然后再挤，那黑棋还挺有希望的。然后这样子转换比实战要好不少啊。那不白差一块吗？对啊，实战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白棋牌面好一些是吧？这样的话，这差不少目呢，差好多好多，20多目，那就有的收了。那要差好多目。那还有呢？还有他是不是先断掉？刚才先断掉是活棋。反正实战好，确实是方法比较多。实战这个下法，他实战肯定是还有别的方法，就是说他当时觉得一种灵感，觉得不断也是活的，断了活肯定是看见了，就是不舍得，就是在这个拐之前先断掉。就是、选择比较多，方案比较多的时候啊。他方案很多，他就是一种灵感，觉得这个形状是不走是有希望的。就是不去走那个损招还有希望活。如果这棋要是黑棋处理好了，那白棋这步爬就是抢过头了，有点过头。对，但是这个棋盘是不可预测的啊，之后来看这步爬反而成了一个制胜一招了啊，也就是这对杀成不成立啊。对啊，就是最后又使这个黑棋啊姜维杰在这里犯了一个可能是有误算啊，有这个错觉，他有错觉，他当时应该是挺有希望，就刚才那个图也我看上去也挺有希望，就次序下不好，对，就次序下不好。那这盘棋呢，最后是许家阳呢中盘战胜了姜维杰，现在呢这个决赛呢是1-1战平了，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于老，我们也给大家从头到尾来回顾一下，好吗？好。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和于老一起哈，把这盘棋回顾一下啊。这盘棋好像是不拆先的，那个姜维杰的黑棋。对，就是在第一盘的基础上呢，交换一下黑白。那飞一个。
这盘棋下得很慎重是吧？啊，这手棋花了一分钟，前面虽然是下得很慢，都是三十秒下，但是没有过。这步棋我估计过了一分钟。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嗯，就这个布局可能恰成这样，也许我觉得他可能是头一次见到，所以在这花了一分钟。嗯，现在四个星点三三朵啊，这个布局，这盘棋好像一个三三没点。对。挂比较反潮流一些，姐，这也是流行布局了，都是流行布局。哎，小飞跳都有，尖也有，然后现在走到这也是一步棋。嗯，原来要我们那时候下老下这，现在这步要被批判了。哎、这个是有点小是吧？啊、哎，有点小，就是阿发过后来这走了搬一个什么的，这、走到这或者逼到这，嗯，这甚至后面都产生了一大堆的变化。嗯，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曾经吃过苦头，啊飞，这个时候我去煎这个，结果被人家教了也爬了有一家，这倒是还真挺实用的，这一家我一下就也冒汗。可能对，刚才于老跟我们介绍过这一家，这一家不好办，有生意，可能只能唬这个，比这个点要差很远，点可以接上，这样走可以连扳下来。但是哎，于老、如果是这样子。进行的话，就是白棋这样度过，这两个交换觉得亏了，白棋亏了是吧？啊，哦，你接这个的时候，这接你肯定要接啊，嗯，接的时候你不会爬这个，对，这个形状黑白黑的还可以，为什么？应该这个是定式，就是白棋最理想像是这样，嗯，这样如果你那个点三三，黑棋如果立就可以像这样。如果非黑棋脱先，将来白棋一下也能想象这样。但是呢，先逼了以后呢，这个是走不到的，走这个黑棋是要圆的。这些都基本上都成为定式了，点他会走这个。实战他飞，他也没有中这个棋，他是跳的。跳的如果点白棋接上，走搬，打吃接上。这样打了长，这个正好管用。对，马上走是不行。马上走跳，黑棋是长爬了以后又冲了断。这个只是管用的。刚好借用上了。所以呢，跳这个呢，暂时这个角呢没有关系。不过呢，要注意这个变化。注意这个变化呢，假设白棋这地方但凡有个子，对，有个子接应了，这地方就厉害。哎，所以它差二，然后黑棋呢。靠两下，所以这两个子并不太好进攻啊。靠两下其实已经走了一道后势了。嗯，怎么对付这两个子？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对付。实战它是实战这盘这步飞可能是这盘棋来说，我就现在事后看，有这步棋可能影响了整个的格局。哦，这后面这个可能还是应该单立一个，单立一个就是另外一种格局。先把自己的角白棋出来，黑棋。尖冲啊，或者爬完靠啊之类的，哎，这步棋还是有必要走一个。如果一走像这样的时候，是挺令黑棋着急的。他先刺了一下，白棋圆，这个接和圆我觉得大差不离。再拆。强调一下，圆这个黑棋白棋有一点。对。接这个的话就有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扳，都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都将成为扳过来。挖走打吃提掉长、哦、能不能这地方如果是白棋跳不成立就黑的好两个形状都一样所以白棋呢先解决这边的问题接下来就有这一个先跳接这个也有点这个对所以这个跳以后呢脚上有棋这有飞这个有点剑合的味道了黑棋一下就难选了黑棋正常你有可能是应该立这个但是被飞回去呢这几步都有点落空是的都有点落空所以实战他最后是选择飞那白棋点这样子形成一个转换这样转换以后呢这半边呢就告一段落了这告一段落呢是黑棋多一手棋那这外面各四个子对那个黑我们假设白棋把这几下掉掉这块棋呢比这块呢要多十来目棋多一手棋十来目棋那个白棋呢控制一个边黑棋呢也控制一边但黑棋呢还控制中央但白棋呢边上有几个子但总体来说呢
这样的一个变化下，大型变化下完以后呢，黑棋比较容易控不够，因为黑棋只多十目棋，容易控不够是吧？因为黑棋只多十来目棋，嗯，多一手棋，你要贴青，中国规则贴青木棒啊，而且同样的这边的这两个角棋差不多嘛，一人一个角，但是这半边还是白棋的角，所以影响了这盘棋的格局。这个、对这个格局，可能黑棋有点稍微有点难办啊，嗯，需要打开局面。黑棋要想办法发挥这个后势的作用。比如说您说的这个调倒是能不能成为先手？要能调着的话，白棋可能更幸福一点。但我觉得是能调着，或者甚至靠一靠再点一点，应该问题不大。中间利用，中腹利用，利用，利用，嗯，啊，逼这个，然后逼，使用了二尖。这二尖呢，我也使用过。在局部的一些成型啊，这个是、但 AI 推荐呢，除了二尖之外，我问过，因为我对这个二尖我挺喜欢，但有烦恼，嗯，所以 AI 也有推荐下这的啊、这是我是吧？如果他挡住呢？挡住他可能尖出来啊、哦，尖出来了，嗯，这样的形状，他觉得这个形状就流畅了，这个形状比尖出来这个毛病少一些，嗯，尖完以后。本身还是比较舒服，但问题下一步棋有点烦恼。对、啊，下一步很想跳，但是呢，跳您说了，刚才怕，哎，怕以后有这样的形，有这样的那个局部隐患，钉、呢太慢，嗯，飞这个呢没解决问题。对，哎、所以但实战他是用了跳。我只能总结说，因为这步棋的特殊原因。假设说，如果是这类的形状。嗯，这个尖了扳是很麻烦的，我是很讨厌这个。但是今天呢，因为现在如果尖了扳呢，白棋可以先脱先，可能对这块棋有点办法。嗯，他自身比较薄，还不太敢先出手，还暂时哎先出手。然后黑棋实战这盘棋走到这儿，应该说也是，应该说是扩张模样。嗯，同时呢，这边棋不愿意补。稍微就是照应一下，对，就哎，这不愿意补，然后扩张模样，对，然后呢，白棋打入，也是黑棋的一种战略啊。嗯，打入，马上这个很深的打进来，打进来。下面几步棋，我觉得也是这盘棋黑格局的棋、啊，影响格局的棋。我这个底下收底下的空有点问题，我心里还是想靠在上面，还想走在上面，嗯，想走在上面，最好能逼他在这个地方做活，然后打入这个，嗯。这样中央还有点那个什么，最好未来这撞后了还真的，我梦想就是这个。但是黑棋可能也是有点担心自己落空，因为毕竟，哎，这个是头这边是已经先有一些这个子力了啊。哎，就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点啊什么次序，有可能他不是，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觉得可以下的。这样还可以下一，这样还是有一些实地。哎，对，他担心白棋可能找个时机先点这个。他可能要的点，哎，有可能会要的更多，所以实战呢，他是走这个，他还是以这个先捞吧，先捞一些实地。他是因为这边的是空，相对黑棋这地方多花一手棋嘛，不足。这边如果攻不上什么的话，实地很容易不足。对，这个时候黑棋搬了这个更是难以接受，有点缓是吗？嗯。我觉得这个要抢先手打入，马上打吗？现在想打入了，这个得打入，只有打入把它都分开，这块才发挥作用。如果黑白棋把这块连上，嗯，你就只有杀这块才能发挥这个作用了，不然控很难。对，要杀这块，后来看是比较难的。其实也反正他走了这个，哎、然后白棋是把这个点啊。先点这里、嗯，先点这里，嗯，然后飞，嗯，好、啊，先飞的这个，他尖、跳，然后黑棋是把这个刺了以后再飞，啊、对他这个还得刺掉，他不刺的话，这个以后吃不着，他因为走了这个以后就吃不着了，这样白棋要是外面走一个，你再攻这个，他随时有这个，再吃这个他可以不要，他从这靠出去，嗯，所以他只好先吃掉，对，不过这个一次呢，解了我的疑惑。那我以后都要跳了，就你一直担心他小尖，嗯，现在一次之后这个小尖没有了，嗯，在这个时候白棋呢选择了捞实地，嗯，这棋如果说正常，如果跑一个，这虎虎掉了，白棋正常如果跑一个，在这跑一个啊，嗯，那么黑棋把这个想办法消了，这
控还是平衡。对对，现在的局面就还可以，是个均衡的局面。还是均衡局面，把这个掏了就，白棋再捞了一票，好，把这个捞就把局面的均衡是打破了。还捞了这啊、哦，这个上面我觉得上面应该先点两下，哎、从节奏上来说是上勾下啊，然后一尖。这期简单了，就应该是攻这块，嗯，然后尊师傅，因为白棋这一块啊，效率太高了，现在黑棋这一块是无法抵挡这一块的后势的，是啊，然后白棋这两块跟这块差不多大，只有攻这块才能，只有攻这块才这边攻击中获利，才有希望这个。所以我对一开始我觉得这个的黑棋走了一种格局，亏了不多，但是呢，我个人不太喜欢。然后黑棋在这底下缩了几个以后。已经进入了非攻不可的场合、哦、嗯，但是黑棋后来没攻，黑棋走这个，白棋跳，黑棋走到这一步棋，我是反对的，掉了一手，这我觉得应该靠这个，然后下一手再点或者从这攻还是很有希望的、嗯、这一面还是很宽的，是啊、嗯，应该是中央点，我觉得是这一手掉了，这个被白棋跳出来，黑棋我觉得时空很难过，对，有点落空了，嗯，这两个失去目标了，失去目标啊，实战他飞，嗯嗯，白棋反击，不过这棋呢是快棋，从事后看胜负其实还是在最后那一下，是的是的啊，应该说白棋比较好下，尖靠靠，嗯，白棋压，黑棋刺掉再靠，这都局部的很细腻，是，如果先靠他冲，这个时候再点不着了，嗯，他但点完呢，白棋就不会冲这个，冲了，嗯，走这个，好，他是白棋在中间飞了一个，飞了一个，嗯，原来就这个形状来说，应该是如果没有这些，没有这几步棋交换，如果白棋在这再捞一票的话，那么应该是黑棋把这个飞断。然后在这做文章，嗯，那现在白棋呢，在这中间交换了几个，那个捞起这个来呢，可能心情就更为安定一点，嗯，踏实一些，嗯，捞一下，把这个打吃回来，对，然后黑棋呢是跳，对，也不着急，嗯，其实从局势来说，现在白棋领先的话也有限，是吧？现在白棋如果现在能爬或者中间补一个，这地方还留个后门，嗯，我觉得可能更好下一点，好一些啊，但这个爬也非常大，对，不知道能不能爬它可能要靠断，对，如果现在尖这个按实战的尖的形状，现在他们是不是先在这里交换过，哦，这地方点过两下，对，这很关键，这后来就全是靠这个做文章啊，这里是出，有些味道，嗯，如果白棋现在尖这个黑棋，我觉得这个尖和这个挡总是一人一个，嗯，因为你尖完以后，如果白棋一爬，黑棋就得走单关呐，对，走这个尖完之后，这个爬巨大，嗯，实在呢，白棋是吃这个呢，黑棋趁机走了几个，彻底的阻断。我看这个当时看这个、视频中，许家阳是有一些懊悔啊，有可能这个刺不刺没关系，保留后门还是可能比较重要。哎，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必须连了。白棋现在是小尖。嗯、小尖，这棋呢，我觉得正常的黑棋就应该是挡住。哎，这个。然后呢，白棋补一个，这样呢，这个局势可能还比较漫长。漫长，但感觉还是白棋好。白棋因为前面还是控实力挺足的，哎，但这样没有什么大黑棋，最后还黑棋好在最后抢一个叉。嗯。这是应该是这样，结果呢就意外来了，其实也就是这盘棋的最精华的部分，也是前面的胜负都没关，就在这个时候，白棋呢黑棋断，这个呢我认为是打将，他呢是做完工作以后在中间找毛病，他就是不愿意挡这个，直接他因为觉得挡被白棋补一个，他可能觉得局势还是稍差一点，还差一点，想要白棋的黑棋的理想呢是先手把这个走到，把这个。挡到，嗯，挡到呢，你只有加，这样呢，你这边就这块棋是做不出两个眼了，嗯，因为没有这一手，黑棋白棋只能做两个眼的，然后再动脑筋，
中间的位置在哪里，对，他没有想好，先这个打江是吧，嗯，比如说暂时可以考虑靠这个，靠你如果退他可能是要退，他冲冲这个主长，嗯，如果是节节几段呢正好被包住了，对，这不行，节节几段不行，但是这样我觉得退一个分长，这攻击还是有点，那你这形状得找个形很麻烦，你走这个他这个先手，走这个他这个先手，他多半还是只能走这边，这个白棋有点黑棋在一挡委屈啊，嗯，这是黑棋的理想，对，这边呢是灭眼，但是呢许家养呢在这个时候发力了，发力他也正常是想爬这个，那我既然他爬了这个你就得当官练啊，如果爬到我再一吃这棋艺，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胜负来了，一爬这个时候黑棋呢，这很精彩啊，黑棋现在这地方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对，哎，一拐这个马上地就完全不一样了，是这一挡是吃掉的啊，是这一拐，那么黑白棋一尖呢要尖死它，对，这个时候黑棋呢利用这两个残子，他看到一个图，利用这几个残子呢能把这块线索补活，嗯，但他是这么想，他冲接，嗯，下到这儿，下到这儿呢我都看到了活棋了，他如果把所有的问题走掉断，这是先手又打劫对吧，你搬粘再几段，嗯，先手然后呢再把这个抢掉，嗯，你如果间断呢就可以顶了一扳一坐眼就活了，顶一扳，这样是活棋，如果这样活的话那么这个抢的利益就相当大了，大，嗯，大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确实大，可是呢毕竟是抢一个大官子，这步断呢是个大当官呢，而且几段送呢也是有点心疼，有点心疼，有点心疼呢，他想抢这个但希望这事不用干，希望白抢到是吧，这个这边的付出，不，这不付出，先不付出，不付出，不付出，假设他看到图能活呢这就完成任务了，所以他实在呢这时候真的还也就是一念之差吧，一念也可能跟计算有关系，他抢了这个，嗯，尖尖，然后胜负关键来了，顶了扳，对，然后现在扳，其实现在也还有棋是吧，于老不，他的图肯定是看到了，有希望的图。嗯，他比如说他看到的图这样，他假如说爬，这时候你应该只有扳粘。对，刚才看他们复盘的时候。哎，只有扳粘，因为我刚看到一扳，因为你跳我挡，这个是先手。先手。对，这个要几段？对，所以扳粘。扳粘呢，其实黑棋其实这个是先手，因为下手走这个就活了。嗯。就如果几道，几道你如果外面补一个的话，那么我一走这个是进活。这是进火，这个小尖接完还可以走这个活棋，活棋，所以呢黑棋呢断这个是先手，断这个是先手，那白棋必须补一个，然后他再哎，走到这儿，对，再挤这个，哎，再挤这个呢本身是有棋的，有棋了，有棋的，有棋呢到这为止，算到这以后呢先动哪个的问题，其实哎，你先走哪个的问题，我实在呢黑棋走得很精妙，他因为如果下到这儿再问的时候，那么白棋就会选择这个，你吃掉，他是不是可以先粘这个，先粘这个也可以，然后再你走这个，嗯，他补一个，然后你还得立一个做活，嗯，哎，这样的结果就是说，如果后走呢，黑棋白棋这个不要了，把这坨吃了。嗯，这坨吃了，这样黑棋也先手吃掉啊。黑棋获得这个，但它龙死了，黑棋还获得这个。对，我觉得至少比实战要强不少。哎，但是胜负怎么样不知道。对，在我们是他们复盘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我觉得这样可能还有的一手。是啊，有的时候，但是他最好的结果最好呢，能够他因为这走不到。嗯，那么他就会再退一步跳跃思维，他先走这边，我这先不走，这是正常的思维嘛？对，像我们事后分析，好像有点能推导出来他的逻辑了。第一呢，他断呢是简明的，先断拐这个之前断呢，把这个全卖光，活棋是没问题的。舍不得舍不得，先保留。那这个
说如果正常走呢来不及，对，这个不要了，不要了呢，那么他从这个事后来分析呢，他就想先走这边。哦，哎，于老师，或者他想要先和你这个粘交换，然后这串下完之后再来断，这时候可以，那也可以到这边来。那他如果说走到这儿，假设接上，实战他就先挤是吧？再爬，我看看啊，他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再爬，再爬，是不是也可以？这秩序也很好，这里面都把秩序下好，那可以下成刚才那个。如果那黑白棋还只能搬粘，白棋还是只能搬粘。如果还只能搬粘，我再断。你跳不行吧？因为跳我一挡是先手，这断断还是成立，所以你还是只有搬粘。我那可能稍微好一点点。我再断这个。哎，断这个白棋乖。除非那就是白棋现在也可以转身了，不吃你了。白棋粘到这里，哎，有可能多一个这个的，白棋多一个这个选择，是吧？白棋有一个选择，对，这个选择，然后黑棋把这个做活。那这个做活还是挺帅的，这活了好几目呢。嗯，这有目的。像白棋这个先，这个吃不吃无所谓，也没什么大的，打吃可能离这个最大。嗯，这样可能要另外一盘棋了。他、哎、另外一盘棋了，那。他不知道手里王误算以后，这个次序没先走这个。对。他先断。他先断，这一段坏了。一段坏了，一段走完以后，一段人家不搬粘这个了。这个等于是哦，他可能是确实撞了一气。对他可能就误算这个。这个历程变成后手了。人家能跳点杀了，如果还是这样，他这是对的，他这是所有徒弟最好的，他的理想是这样。对。最好的。最好的，所有一切最好的，哎，而且你没有那什么，这个、没有，嗯。破案了，哎，那破案了，打死一天。结果没有料到呢，你先把这个走完以后呢，嗯，走成这样的时候，白棋不用搬粘了，因为这个跳成立了，也就这下不走是没事的。这下不走，这样冲，你如果接，不接一冲有个眼，对，然后他一断，这个时候你没交换这两个，就差了一气啊！如果没交换，现在一断出棋了啊！先到这边，再到那边就出棋了。啊！结果他挤完以后，他还在追求，这时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对，爬了这什么这个读秒声中，一步棋这个可能眼睛看花了，错觉。哎、走成这样的时候，结果白棋一点，现在可以点进来，点进来，这一点，这是干死啊！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刚才摆的变化就是说，黑棋最简单的至少能把从这里二路渡过啊，吃过来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黑棋图如果说砍，那么先断是活棋。对，第二个图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先爬这个也是能活。嗯，要或者，或者不活的话，也是先说把这杀吃了。对，先断这个，他拐，这样吃三个还是挺愉快。其实这样吃三个已经相当不错了。嗯，哎，这样的话，黑棋先手。黑棋是先手，黑棋应该是先手，有立下就行了。嗯，不然一点，黑棋棋挺长的，这个棋，嗯、一点。黑棋先手的，现在这棋绝对是可以有的下的。啊，这样、把这个打了，你接上跟实战一样，然后要靠还是靠？因为跟实战一样，都是黑棋先手啊，对，等于白多出二。这是一个图，哎，总之呢，黑棋不舍得断这个，简单抢了这个。作为许家阳来说呢？就一个谜啊，嗯，假设说白棋不爬这个，不爬这个就挡住，哦，挡住他要攻击中央，对，不是那么简单能搞定的，对，所以许家阳摇头这个有一定道理，他先不走这边，这是安全的，我接你是一定要挡的，因为当时有后门，嗯，后来等于后门都被他先手一走，这块棋后门没有了，后门没有了，白棋黑棋就有希望先攻击中央了。但也想多了，最后这块不小心走死了。这个是这个比较意外啊，这个棋局本来可能还是一盘战斗更漫长的棋局。应该黑棋呢，一直从这个什么来说呢？黑棋总觉得稍差一点点。对。但是呢，黑棋最后的抓住了一个机会，是，哎，利用那个想办法先手把这个大堂抢完，谁也不知道谁胜负了。应该黑棋最好的机会的时候，最后黑棋在这地方次序下的有点问题，而应该也可以说是。过分追求了，
应该说对许家瑶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盘棋啊，幸运的局，这个把比分扳平，又把这个悬念留到了最终的决胜局了。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一起欣赏了一盘非常有趣的棋局。那感谢于老做客野博士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欣赏、共同分享。那我们还是继续关注决胜局。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见。